身体再往上一点，对，挺一点，对对对，对。买手调400，然后。快门大概1/200，光圈2.8。这个逆光就是拍起来比较那种许愿的感觉。镜头的中间当闪景，超正。如果你有反光到阳光的话，它有七彩霓虹灯，对，可以。不是，拿反。大拇指按这里，确定吗？你先试一下，你先试一下。往左这样过来，逆光刚好半圈这样过去哦。好，开始 go， 拍。哎，你的快门真的没有声音哎。再走，对，很好。拍，对。